呢？我看不到呀，星星，我脑袋呢？谁来直播间了？十千之声还来直播间了，哈哈哈哈，对不起啊，十千之声，你快走吧，你快走吧，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得跟我分手，十千之声，你快走吧。不行了，我要把头套摘了，兄弟们，我真快闷死了，我现在真快被这个披头上给闷死了。
Ha ha ha.